五个头样子是吧？细胞。小熊啊。两盒是吧？小熊。来，冰箱姐。大伟。你看两个肉花啊。对呀，对呀，那俩现在烧熟了，那。还有。对呀，对呀。对呀，那俩现在冰箱肉好干净啊，现在。来冰冷的啊，冰冷的。这都多多的。那咱叫谁来冰冰？你看我这慢慢把钱给我，我不知道。挂卫生就我靠了，直接挂嘞！我靠了，公司咁样咩？你唔好讲笑啦！你真系挂照片挂？对啦。他们也试下沙发，你又咩？也试下我先啦。我拢未试下，我话一日几次我先啦。师傅，你何在之处？我喺边啊！你来了，我你你来了，我帮我扶你。我来，既然你不管你不走的来呀。啊，过来一下。我去啊，你今天来的啊？肯定没加点嘛，你知道不？你要四加三八，给你交工资。我怎么这个事？哎，有没有找那个矿啊？矿山神，哎，啊，你以为不老的？你以为不老的？你以为老？老的，老的，老的，老的妈呀！老的妈呀，老的妈！你给谁去？你给谁去？不要走下去。老的 ，OK，OK， 没得事。我这里给谁去了？走下去，你去试试。走下去，你看。好了，你先试了，你也不用试。这是两个方面，太屌了！来找两把进去。对。过来一下，上。阿姨。来，我先来拨啊，吼，来我搞啊。阿爸，我军一包，老妹来无一包了。来摆。阿爸，我军一包，一包了。来边啊。这个。来，爸爸，各还军两包，手工的，包萝卜、包苹果，一包了。来摆啊。有两个爸爸各还手工的无？一包。一包。拢有啊。算你是谁啊？我们一起交一包。来，你是那边算你的无？你搞那边就算你。来不及了，给没几千，没被发现给几个人我包完了。哎，我摆啊！过年来的血衣，我发好了。这参加一下出了十二斤两个，出了八十多发。哎，我包。这个生意，这个肉，一个人过了，我包了。哎，我摆啊！来不及算你了，我包。算你一个我包。一个人过了生意，一个人过了我包了。哎，我包。算你算不起来，我包。过年来的血衣，我包。哎，我摆啊！结束，小弟结束，不结束，他要安排个，比我还紧的办理啊！啊，谢谢，来，不要跑，水当当好，你也不要我醒过来啊！来起来，来，我有小弟公司，我刚才你讲我经验就是啊，怕搞这个吗？啊，系啊。算你真五百，你后尾又只做十二，五百好叫。来五百啊，偷钱啦！阿姐问咩嘢啊？冇事啊，正常啊，我咧啊，我喺国华都未见啊，只做咩嘢？算你个咩钱啊？五百，你见到未见啊？五百，唔知啊，有，算你有五百吗？五百。那恁怎啊来？人家我来讲，我主角就我准只两包，恁今天去过来查，五十五了嘞，两位好啊，一包嘞。来，快起来啊！过来查，来啊！谢谢。多少？多少？
几号上？一号还是三号？啊？没时间吗？呀？我还没时间吗？我来放时间吗？你不忘记吗？你们十岁多少了？这英国真正一只五百，恁哥在做英国，恁一只海鱼才大只的。啊，只话来讲，白带你要吃，卖五百、四百、三百哦。来三百。有人要吃白带无？三百。三包。今仔日这五块，明天三百，这五块我无买，这六百就六百了，唔免六百，三百起来了。三百啊。大只就好吃啊，三百。阿杰啊。白带我来讲，今仔我哦，鸡两条恁吃，恁两条也紧的。这拢卖八块、三百，今仔我来讲，今仔全部十条恁。来三包，清明算当阿贵啦，无紧啦，大家欢喜就好啦，即个够你啦，五百四百块啦，沙发搁一个上个啦。三百啊！大家今日来玩的哦，沙发搁有要来无？拢有啊，行。来，继续恁买买来无？继续恁买买，两个台阿玩两个咯，这拢无啊？啊！等下就伊即摆联络啊，因人比低啊，谁来啊？谁来啊？还是谁来啊？来，伊车队有一个囡仔哦，一个小学校子，五百块。你要食龙虾青鱼的，免五百，三百咯。三百啊！这两条肉呢，三百块呢，先给钱，这两条肉啦，三百咯。这两条肉呢，来等下，好，我等下你咯。那你先给钱，我再给一条。马俊，马俊，这条肉呢？这条肉你三百了，三百一个啊，两个啊，三个啊。今天平时用不？三百块。三百。今天都没有。四条，五条，六条，七条。八条哩，三百哩。三百。后尾啊，拢无啊，工资少啊。拢无啊。看到没有？啊，无啊，只有当时我们只有看你个数。我两个，我同行。好啦。今年啊，今年无啊。六千块啊！靠，要我的工资还是？八号，八号了，我这里八号了，反正我。那边，那边来，那边来，那边来，这边。这多少一个？小心。我在。大概七号。哦。对，那家门沙发，八号了。大家，来八号。一个八号，两个八号，三个八号，四个八号，五个八号。这个小孩搞了钱，够不够八块了吧？八五，要不然我先弄八块啊，八块进来啊，八块。有啊。我来啊。我无一点啊。几多进来啊？八块啊。我今天无要跟柠檬四小腿啊。嗯。你要上面三百块几块的啊？几块叫三百块你奇怪的，这是美女跟大龙姐，那么个大婆姐。哎，那大包子要卖包子个，那这里面只一千块了嘛？这两海山大包会买煎饺，我来给伊用，我只只煎饺无包，这两只都一千，你们一千只只都少哩，你们一千只只多哩，这规只拢去世的，一千两。来签了。你们阿妹无包，刚才你遐来无给伊哦，只只要来一千块，中包，一千块包一个，我给你，行不行？够不起来哦，行，这规家去世的，这规家拢去世的哦。我来讲，我哩个一千块中起哦。一千块应该不错，一千块应该不错。一千块，你阿你起阿二十块、三十块，你是因为？啊好啦，我见啦，阿姨足寂寞个呀。阿姨这一家人都一二十包了，这样，你个不方法来提，这样。来，你个提，赶紧收钱。来，人伫遮，啊，你个问我提哦。这个阿姨啦，来我家这个一家拢十包二十包，你叫你问一下，哪个只？伊这柠檬汁小条，伊拢买十包了无？伊这柠檬汁小条内底有十几个鸡腿，你当会用我烧？好食无？你甲伊讲，无食要十块来买十包，一包鱼仔我两包五百，二十几。阿姊，我话你来再讲。
卖五百四百，先价钱比我阿老讲的啊，伊两百就好啦。啊，两百啊！大家吃饭吗？两百块啊！两百，一支鸡翅十块。十个大家都十包啊！你讲讲啊，伊拢买送人啊！你看你外厉害啊！哎，两百啊！阿姨，你买两包两包。还超值两包。阿姨，你买两包。买两包，买两包，拢无。阿姨，你买两包，我袂晓啊，做好食，伊鸡翅熟个啦，你倒来我烧嘞。好吃哦，真正好吃啦！阿姨，你一羹你十包，你无好吃，你买十包你笑的，收起来。谢谢。哎，阿伯，你无买，买一包十块块，一包好无？哪一包啊？你买一包，你买一包。你买一包。这样两个一包无啊？你买啦，买出老啊。这别个厉害啦，这别个好吃啦。一包拢有阿妈。最后一包没了，一包了。来，九百。这包了没有？我一包。没有希望。来不来？没结算。我唔知你放啥物事。啊，你要吃鲍鱼，你最好吃鲍鱼的。那你今天要鲍鱼，鲍鱼特别值钱。鲍鱼你要吃卖五百四百，先给钱来三百五。来三百啊！到了要吃鲍鱼。来小叔，你搞那个玉米布丁出去好。这鲍鱼这几条拢起价两三百块，这有够贵的，这两条四五百块。